片，记得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不错过接下来的。需要冷气包管，水电需要藏一些管线，所以我很确定我会做天花板，那天花板就一定会找木工进场，因此啊，能请木工师傅做的我都会请木工一起完成。第二点，木工可以依照我现场环境去施作，变化性能会比较大，它可以施作造型隔间啊、天花板啊或是电视墙等等的。第三点，毕竟是住家，对
问题。冰箱在这个隔间里面也是没有办法靠墙的，就会有一点空隙，只能啊在挑选冰箱的时候特别注意尺寸，不能选太大的。像我这个空间，冰箱就只能选70公分以内的。再来就看到许多人装潢的重点就是电视墙，我觉得电视墙啊对整个家的风格影响非常大。加上我房子的坪数其实不大，客厅的空间就比较有限。我当初就在想，要兼具那种不牺牲空间，但是收纳又要足够的电视墙，到底要怎么做？最后啊，我就决定我要做那种大面积延伸的电视墙，这样视觉呢比较不会被切割，看起来空间有放大的效果。然后啊，电视墙的收纳我就集中在电视墙的右侧，和柜体的收纳结合在一起。我觉得啊，电视墙的面积够大，整个家看起来真的放大很多。我在电视墙右侧的柜体也做了镂空和悬空的设计，这样子啊，我觉得也比较不会那么压迫。但是因为这样的做法啊，我电视的收纳就和电视离得比较远，所以啊，电视需要的那些传输线等等的，必须要事先埋在电视墙里面，也就是呢，要埋在木工已经做好的线槽内。因为啊，书房的展示架都是用铁工去制作，但是啊，因为我全家的装潢需要铁工的部分就只有这两个展示架。然后啊，我去询价之后，我发现铁工的报价真的很高，而且加上我只有这两个工项，所以价钱其实不太下来。我当初啊也和木工师傅讨论到这一点，他说啊，以我这样子自己统包的状况，通常工种越单纯越好。如果你把工种搞得很多很复杂，通常费用也会变得比较高。因为啊，我也就这两个展示柜需要用到铁工，他就建议我啊，还有另一种做法，就是柜体一样用木工去试做。然后啊，我之后去选择有那种铁件质感的喷漆。这样子的话啊，其实你不要近看或是用手去摸，其实啊，整体看起来
门工序很繁复，但隔音效果也比建商原本附的门还要好。还有一直厚脸皮的去问木工师傅，才对整个装潢的预算比较有一点概念。这边就来看看我这样木工的师作要花多少钱吧。价格啊，就大概列出来给大家参考。刚刚有说到木工的报价会和尺寸啊，还有你师作项目的难易度有非常大的关联。上次也有提到使用什么木材啊，和报价也是息息相关哦。我的木工报价是依照师作的项目去报价。在这之前呢，我都有先和木工师傅去确认好贴皮啊、品牌还有材质，当然也包含五金铰链要用的品牌。这次的木工分享就先到这边，喜欢的话记得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给朋友哦。你也可以开启小铃铛，不错过我接下来的装潢影片分享。拜拜。他们会建议，我真的快要累死。